要求，你就回去吧，滚！不管什么。草包跟狐狸的确不干我的事，但是他们之间要是扯到我的猫熊朋友，我就不得不插手了。钟无艳居然由对手变成朋友了，一眼就看出他跟其他的羊不一样，他以后一定是一只了不起的羊。虽然他出生的时候很危险，不过幸好有你在。你等一下想吃什么？听说这间饭店的餐厅很特别，我们一起去吃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你看到我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是不是我突然这样找你，让你觉得很麻烦？不会啊，怎么会？你来我超开心的啊！走走走，我们不是要去吃饭吗？我肚子好饿哦，快快快！叫做遗忘，也许该去遗忘。目动的形状，感伤，那是一种假象。宁静让人渴望。哎呀，你有病啊，钟无艳！人家也只是一时好心吧，而且现在他跟夏雨村在一起好不好？难道你以为你没有犯事，他很担心吗？跑来找你吗？Room service. Room service. 我又叫 room service。霍华，你看吧，我们认识。让一让啊。怎么来这里啊？你之前不是常叫我出去走走吗？所以我来找你啊。嗯，你在吃泡面？其实很穷吗？派人来出差却给你吃这种东西啊？齐轩呢？我就不相信他也躲在房间里面吃泡面。哎，他去吃饭了。跟夏迎春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哦，所以你特地跑来南部来找我，是因为你猜到夏迎春来了，怕我一个人落单，心情不好吗？我知道，这听起来并不像我会做的事，
但我就是怕你孤单，所以来看你，不行吗？想笑就笑吧，我无所谓。我干嘛笑你啊？我很感动，虽然你这个人嘴巴坏坏的，心肠还蛮软，你这个朋友值得交。干嘛？害羞？哪有？明明就有，一个大男人，脸比纸还要薄。我们去吃饭吧，我可不想特地跑来南部吃泡面。好啊，那我去换一下衣服，你等我。盛以鹏的事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过敏，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吧。轩，哦，不会了，还好，没关系啊，还好有钟无艳当替身，广告也是拍完了。原来我的替身是钟无艳啊。嗯，我刚刚就是在想，应该叫钟无艳一起来的，他对这里又不熟，一个人一定不知道去哪里吃饭。你刚刚那么在意钟无艳啊？你从坐下来就一直提到他，他说不定也想要自己的休息时间啊。你有什么好为他担心的？也对啦，可是我当上总经理，他也帮了很大的忙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请他吃一顿，你说对不对？我还是叫他来。这就是你的优点，对谁都这么好。不过，你对他那么好，钟无艳会不会喜欢上你啊？啊？你说他是你爸硬塞给你的，结婚又不是买东西，不能硬塞叫别人买单吧？他要不是喜欢你，怎么可能会对你那么好？你暗恋了我那么多年。谁知道你是不是逮到了这个机会，不想轻易放过呢？我要跟你讲几次啊？那时候说我年幼无知，好不好？那你就拒绝我爸啊！我没有办法拒绝。就算喜欢我，也不是很奇怪吧？喜欢我的女生那么多，我也有后援会。可是他不一样啊！要是他喜欢你，你爸要这么帮他，万一你爸逼你娶她？那怎么办啊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既然犹豫了，他以前都叫钟无艳丑女啊，现在竟然对他没有那么反感。钟无艳，为什么霍华也在啊？齐勋也在这。嗯，他跟小野正在吃饭。霍华，我们换其他家好了，走吧。哎，遇到事情，你最不应该选择的就是逃避。走，带我过去找他。不要，人家情侣在吃饭，我们不要去打扰。怎么会是打扰呢？因为我也很想知道。夏迎春急着推通告，跑来南部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来这里干嘛？我跟吴燕来出差，迎春来拍广告，那你嘞？夏小姐来拍广告，是真的吗？嗯。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很好奇，无瑕粉底的代言人是用哪一家的产品啊？哎，钟小姐，谢谢你，
就有完成无暇分地的裸背拍摄。毕竟你不是专业的 model， 要在大家面前脱衣服，应该很辛苦吧？还好。什么还好？那天脱衣服的时候，他一直抖，一直抖。看到他那样子，才真的觉得你们模特儿好了不起哦。如果不是钟无艳，你就不会觉得我了不起了。不是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跟你开玩笑的嘛，不要那么紧张。启轩就是这样，很在意我说的每一句话。哎，你的酱喷到迎春了啦，也弄到我了。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，看不见的人吃饭真的是比较麻烦啊。不要乱来。给你，没关系。看来我们品味都很像，老喜欢抢同样的东西吃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想要跟你抢，而且我一向都不喜欢跟别人抢。是吗？哎呦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抢的啊。你看，那给你们。轩，谢谢你。我不喜欢跟别人分。不用了，我不想吃。你刚不是都要吃吗？怎么突然又挑起来了？你不知道有些人是会挑食的吗？就你最不挑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先上洗手间。所以我去打个电话，等回来呀。我真搞不懂，夏迎春这个女人哪里吸引你啊？她很漂亮啊。然后呢？很性感，对我很好啊。之前我在弄那个企划案的时候，要不是他主动说要当我的模特，这个企划案根本就没办法成型。也帮我找到大导演啊。这样就算好啊。所以为了你争取皇朝的合作案，跟在我舅舅的车子后面跟到都摔车了，还有为了救你跌下山谷去，这些事情都不算好吗？好了，钟无艳有去追你舅舅的车，什么时候？原来你不知道啊。钟小姐。其实能当我总经理，你算第一大功臣，真是谢谢你喽。不会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广告你可以替我拍，很多事情你可以帮我上齐轩，但齐轩只会在工作上依赖你，有些位置是你永远都无法取代的。首席性感女神，竟然也会这么没自信。你说什么？你明明长得那么漂亮，身材又这么好，又是全台湾男人性幻想的对象，你有必要对一个助理这么有敌意吗？你喜欢齐轩吧？什么？不用瞒我了，我感觉得出来，不然你也不会为他做那么多事情。你错了。帮他是我的工作，我并不喜欢他。是吗？那就好，我也不希望你受到伤害。我告诉你，我跟齐轩是真心相爱，就算齐伯父逼他娶你，他也不可能会答应的。
我也不会答应。我只想要跟一个真心相爱的人在一起。齐轩，他不符合我的条件。钟燕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累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他们走啊？林俊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事。齐轩，齐轩。听我舅舅说，钟无艳为了给他看到无暇粉底的计划案，跟在他的车子后面追了好几条街，就算差点被摩托车撞到，整个人摔在地上，还是不肯放弃。哎，怎么搞成这样啊？去哪里啊？他跟奥斯去帮我送东西。跌跌撞撞这一条爱情路，我们看到的只有荒芜。钟燕，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你又能为自己做什么呢？怎么又关机？轩，你一大早去哪里啊？怎么都没有开机？哦，我手机昨天就没电了。那怎么不充电？因为来不及啊。你怎么还穿昨天一样衣服？难道你整个晚上都没回家吗？你昨天去哪了？该不会整个晚上都跟钟无艳在一起吧？你在说什么啦？怎么可能？可是齐大少爷晚上寂寞难耐，跑出去鬼混是很正常的，这跟钟无艳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是也还在？我以为夏迎春很红的，想不到你这么闲啊。无艳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换件衬衫，我们就出门。干嘛这么麻烦？我可以帮你啊，你和钟小姐可以分头合作，这样不是很有效率吗？也好，你就和夏小姐先到工厂去，再和副厂长谈一谈。那我跟霍华就去找厂长，看可不可以说服他。霍华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？OK。你未免也太热心了吧！这么帮钟无艳的忙，莫非你喜欢他？我和他是朋友。朋友？男生和女生真的可以当朋友吗？或许夏小姐习惯跟异性发生超友谊关系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像这样。你不要乱讲，轩，我真的没有。我知道，你不要理他，他讲话就这个样子啦。不好，我们先走吧。你有空就换衣服吧。我等你。不要理他，后门的车，至少派一个人出来嘛，开门嘛！哎，这些工人真的很皮耶，都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说。我接个电话。Cindy， 你打来干嘛？不叫你把通告都排开吗？
就让他们等一下啊。等多久我也不知道哎。换掉，换掉就换掉啊，无所谓啊。喂，我有所谓。Cindy怎么了？那你跟他们说，迎春马上就回去哦。你为什么骗我？你说你来拍广告，可是Cindy说不是啊。你生气了？我不是生你的气，我很开心，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在你心里面那么重要。你吓死我了啦！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好像我的天使一样，总是在我最危急、最需要人陪的时候出现。可是我不想要你因为这样子去影响到你的工作啊。这边的事情我自己会想办法解决，那你也要回台北去把你的工作做完，好不好？好。知不知道去哪里坐车？要小心一点了，赶快去，人家在等你。那我要走了。真可爱。不知道钟无艳那边现在怎么样？筹太太的医药费才这样做的。虽然我明知道无论如何厂长都不应该拿公司的产品去卖，可是这种状况真的很难去责怪他。厂长，今天我没有心情跟你们讲话。我知道，但也请您别误会，我今天来不是来讲罢工的事情。其实是总经理听说您太太生病了，希望我可以来探望你们。总经理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一点点心意是总经理交代我的。黄淑文女士，哎，我不是。单人房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可以准备换病房了。等一下会有看护过来帮你们换房间。我们没有要换单人房啊，我们也没有要请看护啊。是有人帮你们申请的，费用的部分你们不用担心，对方已经预付了。你们稍微准备一下东西。护理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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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换单人房以及请看护这个费用是谁付的？很抱歉，对方不希望我们泄露他的身份。那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一位先生。不好意思哦，我那边还有事情要忙。
齐轩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那个吴胜我的客人回来了吗？我们稍等，帮你查一下哦。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吴胜我的客人还没有回来。哦，谢谢。是 fruit oil， 什么 fruit oil？ 你打电话给我。喂，你不要管什么油了，你去找桶子上面的标示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一行英文字？第一个字母是 F， 大桶的、小桶的。桶油，再来是 R U I T oil， 油，然后嘞？喂，我是钟无艳。无艳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！我跟你讲哦，你把 fruit oil 混入全氟化滑石粉，然后再……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你把资料传真过来好吗？好，传真，去传真一下。等一下会把资料传真过来。对哦，我都忘记可以传真了。你拿这些原料，打算自己做吗？对啊，又没人要做，只要我自己来啊。反正他们说把这些原料照比例丢下去，那是全自动的机器，它就自己会做了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？你当是煎荷包蛋吗？你脑筋可不可以变通一点啊？齐伯父要我帮你，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听我劝告？我有听你的劝告啊。我记得你说过做错事就要负责，不可以用随便的方式打发啊。既然是对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要坚持呢？去收传真。钟无艳，钟无艳，钟无艳，你要不要回饭店去睡啊？你这样睡脖子很容易扭到啊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像？是不是很像？这样不行啊！我也知道啊，可是已经比之前的好很多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越做越有心得，我觉得再试个两三次就可以开始加颜色了。嗯，不行，我还是打电话回总公司抢盘来好了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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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你叫他来的吗？没有啊。你叫他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齐总经理，请问你是不是到医院去看过我老婆？对啊。哦，医院他们怎么这样子啊？跟他们说不要讲，他们还讲。我倒卖公司的产品，你为什么要帮我的忙？我觉得这是两件事哎。我身为公司的总经理，我来这边处理事情就要按照公司的规定。但你是公司的老员工，你的老婆生病住院没有医药费，我觉得公司应该要做一些公司能够做的事情哎。哎，厂长，厂长，你帮我看一下为什么做的东西会这样一坨一坨的、啊？原料比例没有错，程序也对啊，但怎么会这样？喂，
都处理好了，大家可以进来了。厂长，我们寻到了。各位同仁，经过这几天的观察，我发现我们新来的总经理做人非常的忠厚，做事情也很有原则，所以我在这里拜托大家，不要为了我再罢工，请各位复工，赶快恢复生产，拜托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总经理，人都带回来了，谢谢。厂长，是这样的，我打算把副厂长升起来当厂长，所以现在我们工厂就多了一个副厂长的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思回来跟我们一起？对啊，下来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过要先讲好哦，你偷东西出去卖的钱，要每个月从薪水里面扣。谢谢总经理。好，我们开个。好。好吧，你想睡觉是不是？哎，我来好了。哎，我来开。你会开车啊？当然。那我上次喝醉，你为什么不要开车送我回去就好了？我那天也喝很多哎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不信任我？不是啊，我这个车子安全带如果没有绑上的话，车子会哔哔叫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朱厂长为了公司的生产线，他已经连续两天都没有睡。我相信他真的很努力，想要把事情做好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你继续睡。休息啊。嗯。哎，起来了。嗯。喂，银春啊，我刚想到你电话就来了。对啊，我很累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听到你的声音，我的疲劳都消失了。也没什么啦，没关系。我想要等一下再上去休息。我跟你说，今天真的超酷的，我把所有的事都解决了耶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厂长很开心，所有人都很开心。都
很开心呐、啊。嗯，怎么可能？全部都是我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有人帮我？就是我一个人跟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，就。我想断了，他就不断了。现在放我吃白色止痛药。你不能讲话声音再温柔一点了、啊。医生说拆架子以后还要做复健。对不起。是故意的吗？很痛。我都已经说 N 次对不起了，请问一下，你到底还想要怎么样啊？我还没想到，等我想到再跟你讲。麻醉药效过了，我手好痛。你药吃了吗？药在你这啊。我这？我在医院就拿给你了、啊。有吗？在哪？在哪？我还要问你耶。我在医院就拿给你了，而且我还跟你讲说白色是止痛药，有没有？啊，我忘了拿了啦。你在嗯什么？哎，都是你害的！要是你不要把我中指弄断，我就不用去医院，不去医院我就不用拿药，不用拿药我就没有。好好好好好，我明天去帮你拿好不好？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而且这里是乡下，哪里找西药房啊？不行啊，我现在手很痛，我睡不着。你是男生哎，你可不可以忍着痛一点啊？这种痛是没有办法忍的，你知道中指的神经是连到心脏的吗？知道、啊？怎么不知道？这是常事啊！人家结婚的戒指为什么要戴在中指？就是因为它连到心脏的原因呢、啊。中指，结婚戒指是戴在无名指上，这才是常事。那我不管了、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有结过婚，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中指连到心脏，因为我手指头痛，我心脏很痛，我全身痛。啊，所以呢？带我去买止痛药啊！我服了你啊！你在那边等，我先去换衣服。不要啦，你快点啦，随便穿就好啦。哎、欸，其实仔细看，你还蛮漂亮的、欸。哎、欸，红灯啊！你干嘛？我在看着你，不要闹啦。我没有闹你啊，不止我哎，连剪接师也说你身材不错，皮肤也很好，你的眼睛很漂亮，睫毛也长，你的鼻子，我的鼻子怎么样？跟你翘翘的嘴唇很搭。哎。哇塞，你还有酒窝哎，好可爱哦！就可惜你脸上有一个胎记，转移了视觉的焦点。你知道那感觉就好像番茄酱打翻在白衬衫上，那只会看到番茄酱，你就看不到白衬衫。你要说我丑的话，你就直说嘛，干嘛绕一大圈？我哪有说你丑，我是在赞美你耶。吧，我手很痛，没有办法开门。
有止痛药吗？在后面第三排架子上。请问是齐轩吗？是啊。那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可以啊。先生，这止痛药每天吃一颗，每天最好不要超过三颗。小姐，我要三罐。麻烦到柜台结账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头又痛了吗？可是妹妹，我这样子签可能不会很好看，不然这样好了，等我手好了以后，我再把我的签名寄给你。那我写我的地址给你。哦，好啊。哎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这是我的地址，我的手机跟 email 都在上面，我可以加入你的脸书吗？一共是690元，谢谢。来来，我来帮你。还我！还我！你在干嘛？钟无艳是在帮你哎。我要请假。那不行。不准我请，我就辞职。哎，如果你想要继续在黑暗里生活下去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但是你不能剥夺你弟去看这个世界的权利。你刚去霍华纳，那么久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啊？你怎么了？我有幽门恐惧症。可是幽闭恐惧症啊，齐轩。这段感情已经快要暂停，听我说，从今后我会一个人生活，没有我的时候，你要一个人好好过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却又抱着我。放手以后，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。在我转身之后，你的泪不停流。虽然心很痛，却只能说分开以后，我就要远离。